来学习这个双龙脚手绳怎么做。首先取出材料包玉线，绕手两圈后夹住，再取出两根12股40厘米红色线，在绳子的15厘米对折，来平接挂线。挂好线之后，我们上面两根线不要动，用下面两根去打平结，长度根据自己需要确定。我打了8到9组。打完之后，这些线都不剪，接着收紧心线，尽量把两边心线收得一样长，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六根线头。再将它分成两份，接着再取出材料包两根60厘米6股金线，对折之后如视频这样雀头结挂线。随后这里再打3个雀头结，接着我们再将三根其中的一根撇出来，在这一根上打4个雀头结，我们这个小鹿角就做好了。接着另外一根金线，在这两根红线上打4个雀头结之后，再将其分出来一根，我们在上面打4个雀头结，这样我们一边的鹿角就做好了，把多余的线剪断稍粘就行，另一边反方向做就可以。来看一下怎样挂线，你学废了吗？快点赞关注哦。